现在是晚上6点。是哪一座楼点哪一座车？哎，那个是11号家的。哪一站？黑豆腐。一共有几个菜？要数一下。下单吗？哦，放回餐台。你说啥？我都是买一座，500多块钱。做餐饮不容易啊！你看我妹妹在那边，经客人久。一般那种钱都要进酒嘛，都要。我辣到你要喝了嘛？从小到大最怕进酒了，领导进亲戚的时候我就最尴尬，我飘在那边拿起酒我不要说。妹妹昨天晚上忙到7:00才回家，其他的我也不会干，我就守在前台这里，有人点餐的话我就摁一下这个机器。做餐饮不仅要手脚麻利，做事情干净利落，而且口才呀、啊、情商这些都要非常高。我妹呢就这些方面都非常棒，而我就不行，天生做事情就慢吞吞慢吞吞。350块。350，我优惠了5块钱。358，优惠了8块。一般那种零头都要摸吗？熟人嘛，没关系，多摸点。那个身上便宜的10个人2个。那边要价格太高了，他们新店开像成都啊都是卖的23块多，他们下头有家卖9块9，15块9已经拉来远的便宜。不晓得，他有可能挖的货源那些不一样吧？一起试过没？试一下，看他们鱼的新鲜程度怎么样？你不吸，你那个有比较不？我们吃过，他们吃过的，他们说。他们说怎么样嘛？味道？他们是吃惯了自己的味道，肯定都觉得别的味道不好吃。照理说9块9来利润呐，不然他亏本做啥事情？现在生意不好做啊。刚刚有人做了9000，忘收了，忘记了，叫监控看一下。找到了吗，妹妹？找到了，自己带的。自己带的，我拿都好拿都。姐姐吃饭啦。可以啊，哎呀，吃完了，再收拾一会儿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妹妹算账，算完了就可以回家了。等会儿多做一个 Excel 表吧。我们做，今天查账没人要做。我要个多多充值器。没事，那边的粮食上过来。好，要的。每天都要帮我捏哈。看一下厨房。你们还在收拾厨房啊？洗好没啊，妹妹？每天都要洗，打一盘。明天就洗了，很干净。姐姐，我钥匙带下来没得？在我那里，我那里有一把。阿姨，我们下班喽。真的辛苦啊，我还没做什么我都觉得辛苦，做餐饮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下期视频再见啊，拜拜。